首《心有独钟》的那一首《陈小豆》，他要来了吗？哎呀，因为他马上要开演唱会了，9月28号马上要来了。哇，现在还没有开始卖票，大家已经抢疯掉了。真的，哎，那是我们的回忆啊。对，而且我跟他是最亲的，真的哈，每天都会叫东东。我的亲姐来了吗？东东，对，他也是东东的，对不对？是是。今天现场有这么多位嘉宾，都是粉丝了，重要。好，他们现在没事情的。对对，来，像那个我们的偶像志庆，是，因为他也唱30年了，一晃眼30年过去了，你看岁月就是在我们心中留下的刻痕呐、啊，所以他这个演唱会叫 Reflection。Reflection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反射的意思。哦，有一首西洋歌曲叫《生命的回顾》，Reflection of my life。哦，对不对？各位不得了了，我们的巨星来了，陈小豆。这种感觉从来不曾有，左右每天思绪每一次呼吸，心被占据却苦不已，是你让我着了迷，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，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，我一天天失去游戏，偏偏难了难忘记，单单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爱过才痴情多浓，浓得发痛10年总算在开演唱会，小巨蛋呢？小巨蛋就是为你而设，这是第一次吗？小巨蛋上次是6年前了，是那一场我还要跟他电视连线，那一场跟宪哥同一天好像，同一天我们还连线，哇，真的在高雄嘛？他就是一个暖男，真的。他在你的印象 image 就是哎，永远都是挂着笑容，笑笑的，对对呀。30年了，这个心里面的一个角度是怎么样 ？Reflection， 心有独钟演唱会。Reflection 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，在这个路途当中我们有没有哎在事业方面呢，在唱歌这个路上面有没有很多的改变，是有没有跳出自己的舒适圈，对对，为生命带来改变，也为自己有努力过一把，相当官方的，很有深度啊。小东已经是我们台湾女婿啊，是啊是啊，很熟悉嘛。老婆是台中人，又来了，我也是是台中人，是的，台中嘛，对不对？台中人家说我这个礼貌上是宁夸人子，哎，勿夸人妻。有来到现场的，你老婆真漂亮，真的，哎呦呀，你怎么都不礼貌？哎呦哎呦，挥个手，是不是？哎呦呦呦呦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低调低调低调，真美啦，你看。太搭了，这个 reflection 了，我来台湾拍那么多的综艺节目，没有看过这镜头会往后，后甩，我们节目就是专门在往后的，你们一定要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这个现在票开始卖了吗？7月28号。
是哦，已经开始卖了，已经开始卖了，哦，那就要开始开卖了，开始抢票了，要手速要带起来演唱会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要多演几场嘛，大家多给我信心吧，一定要，一定要。那天那记者会我去参加，哇，那信心大增了，哇哇。那我后来有听小东哥有讲啊，他一边上厕所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是请鬼拿药。”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请？我是怎么会请仙哥来？大没大话，放了好多炮。小东哥，说实话，有没有真的后悔？我一直不敢接他的梗，吓到了。对，一直不敢接他的梗。我是他记者会的嘉宾呢。结果一讲，我觉得他离我越来越远，而且你还说这是小东刚刚跟我讲的，还带给人家。但是他这次演唱会不是只有台北，广州也有，对吧？真的，广州是第一场。第一场启动，对，台北是第二场啊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们几位好朋友，他们都是要来向你致敬，对，然后来唱唱你的歌，让你感受一下。搞不好如果说可用之才，演唱会当天我们也一起把它拿出来，可以聊一聊，好，好，可以，好，真的可以，有把握哦。那你就先加油了。我们一般呢，这个沙发大概郭富城啊、刘德华他们做的哦，对，也就是说这40年来我们舍不得丢的。哎，这个是剧